今天是第几天？第三天。对呀、啊，没完没了了。詹之霜有没有笑？有，都有笑。什么概念？强大的诸侯国想把旁边弱小的首先建立起来，能够传递新发的一首歌，叫什么浪漫土耳其吧，还是怎么样？呀，可惜了。嗨，登长城，小天下，你们哪边来的？啊，我们从另外一条路上来的，条条呢，大路通长城。那千万里长城啊，长城啊，告诉爷，哇，告诉爷了，那里长官，告诉爷了，人家写的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哎呦呀。这是要逆光的。对啊。动。要跳掉。拉爆！怎么样？拉爆！登长城，爬长城。啊！不登长城会好汉。登了长城还是爬。有够喘。好玩。哎呀！哦，狗爬式的出来了。哦耶！动。这个阳光拍下好壮观，长城，这是家，告诉爷。要跳掉。拉爆！怎么样？登长城。爬长城，啊！不登长城会好汉。登了长城还是真的是爬，有够喘。好玩。哎呀，哎呀。Public is turbulent. 告诉你。十二号敌楼往下看，这么吉雄奇险峻等特点。金包铁路，清朝第一条铁路。嘟嘟，金钟金钟金钟。登长城啊！谢谢。嗨。嗨。来开始了。喂喂。意大利。意大利，哦呀。意大利的罗马。你开始翻，我要翻台湾。台湾。台湾。台湾是一个 island。这几下低了。距离零点五公里。
出发的那个零点五，我报后就。十秒31分钟，年成分配速1小时3分24秒。You marketed that。客户的，难怪咱是也去阿个家娘嘞。好，前头是嘞，一个地方，小方娘。有地方是有的白霜。哎呀。这头抬起来，好，继续走两步。好汉一条，女汉子一条。女汉不料是唯一一个会攻顶的。哎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平常有在练的啊。这个女汉子，有方的背影。最后上面是12号堤了，最后一个堤了，最高点登长城的峰顶。我是唯一的女汉子，来看看女汉子。本团唯一的女汉子，最厉害的女汉子，耶！有默契，从地很像恭维。我们这个女汉子走路非常的平稳，这一看就是登山老手。可。这11号底哦，这上面就12号了。长城登顶的感觉是这样子，爽，而且第一个抵达，可不是唯一一个抵达的哈。啊，继续走。再见啦！再见啦，居庸关。是。也是居庸关长城最高的顶峰，最后一个，登顶成功 ，yes。哎，这个我的山友。山友。山友，友方姐姐。弯12号堤楼下来啊，就有这么个岔路，左边呢可以插到居庸关，在高速公路。时间上可能不一定足够哦。会啦，下来会比较快。好像荡秋我是一个样。啊，你叫你无成啊！
长城值不值得？值得。我睡了哈。